大家好，我是老朱。您看看这是个新媒婆。想当年呢，我就喜欢用上它，时间错过了就用不上了。接下来你看我操作，我都在教住一个新媒婆。小屋檐也弄真大，我香。站起了，站起了更好。哟，嘿嘿，呀嘿，你看那脸，可好看了，呀嘿嘿，嘿嘿。成了，成了。朋友们，这个新媒婆做好了，她为啥当媒婆？媒婆都是为了吃喝，不为了吃喝谁还当媒婆？谁想要这个新媒婆送给你？